Hello，亲爱的朋友，晚安。晚安。晚安，晚安。吃过了晚餐了吧？台北呢，现在下着雨，哈、哦，而且很冷，就怪哦。你看，就湿气很重，这样下雨，我就是。对对对，哎，中南部的朋友天气还好吧？好像全省都冷的样子哦，尤其昨天哦，整个都刮。今天是黄昏才下雨，白天是 OK 的。那现在我现在是木罩，是下雨，我不知道别地方是不是有下雨哈，就乖哦，衣服要穿得暖和一点哈。对。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做一个羹汤。羹汤。做一个羹汤。很适合就是这种冷冷的天气来喝。哎，对对，会很温暖。很温暖。好，哪些朋友上线呢？刘燕、阿贵、佘西利亚、雅蓉姐、秋如、小云。啊、哦，太好了，好准时啊！那卢燕啊，才女啊，就今天台中天气不错啊、哦，台中天气不错哈、哦，太好了哈、哦，好像下个礼拜阿贵要招兵买马到老师家来，对不对？好，尽量的哈、哦，大家这是啊、招兵买马到老师的木造的家来、来玩一玩哈。哦欢迎来哦！哎，欢迎来哈！还有小云、Abby、文景都上线了哦，都是我们的好朋友哈、好朋友都已经上线了。好，那今天做的菜是博悦老师也上来了。博悦老师啊，博悦老师已经回来了，博悦老师已经回来了。对，他从西班牙回来。哎，对对对。昭明、丫丫都在看。丫丫哈，好，丫丫，丫丫也欢迎来哦。丫丫是雅萍哈，啊，昭明啊，陈昭明哈，啊，大家都是好朋友哈。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晚安，大家好，啊，大家看的同时记得把它按赞、按分享哈、让你的好朋友们呢也可以多多少少多学一道菜式哈、对，好，今天做西湖牛肉羹。西湖牛肉羹。对，牛肉羹，其实材料蛮简单的哈，蛮简单。这次我用的是牛角肉。牛角肉。对，牛角肉，你看这些，因为当然不是今天买的，如果当天买的牛肉会很红，颜色很漂亮。但是因为冷冻过了，冷冻过了，颜色就有点深，啊，但是没有关系，不影响它的那个风味哈。当然你说当天买的时候会很鲜红哈。好，这是很瘦的牛角肉，很瘦的牛角肉。然后呢，你当然用那个牛里脊来切丁来处理也 OK。哦哦，这个口感。对，但是呢，你如果嫌麻烦，这角肉很方便的。哦，对，角肉比较方便。我这里大概有半斤重左右哈、这看你家里人口多少了啊。这主要是绞肉、牛肉哈、因为做牛肉羹嘛，当然是以牛肉为主角。那我这里呢，我要腌点酒。酒哈，腌点酒是要去腥，对不对？对，去腥，而且也要打点水。去牛肉的那个对腥味。有些朋友不敢吃牛肉呢。有的是宗教的关系、啊，有的是因为他怕他有一个腥味，他有个腥味，可以改成别的。对，但是呢，牛肉牛肉羹当然是已经是牛肉，西湖牛肉。那如果你真的阿德伯甲骨吧，你跟他甲骨，哎，像我们有一个朋友，我看看，叫住在嘉义的，哎，我突然一下叫不出他的名字，颜慧。啊，李元慧，他们就是不吃牛，不对，他们不吃猪了，不吃猪啊，牛肉也吃，牛肉吃，他都可以做，他都我看他都以牛养为主哈，以牛养为主。好，我现在加了那些酒进去，对不对？啊，这样子。对。好，那有些人会在这里头加点小苏打，我觉得不必要啊，没有必要。我在这里呢，我加点太白粉就好，但是我觉得我这样还是不太够哎，你再给我一些水，冷水就好了哈。好，因为这样子呢还是太干，好，我这样做起来它不会涩，啊，不需要再加点小苏打，再来一点，好，那我是类似把它打水就对了。打水让它就是变得更嫩，嫩滑嫩一点，就跟那个猪肉或者是鸡肉的同样的。一样的意思，打水哈，打水。有人在这里打点蛋白也 OK。但是啊哈，说蛋白，你要帮我拿两颗蛋出来。哦，好的，没问题。是是是，因为这里我必须要有蛋白。好，我原来是很干的那肉馅呢，现在呢加了酒跟水之后呢，这样子呢就比较稀稀了哈。然后这里头我为了让滑嫩，我只在家里加点太白粉，太白粉。加点太白粉哈，增加嫩度哦。但不要太多，不要太多。加蛋白粉。
哎、欸，只要蛋白，我先要分开，等一下，来，要一个一个分开哦。好。蛋白蛋黄一个一个分开哈、哦。好，慢慢的，没关系。来，我这里加点太白粉，太白粉增加黏性跟嫩度，这样肉就很嫩了。它是很细的牛角肉哈、哦。之前我在 Costco 那买的啊，它牛肉很大一包，我们做它好像做牛肉馅饼的样子。然后我们就剩下一些，我们放在冷冻库。好，这牛肉这样处理好了。好，主要材料是牛肉喽，哈、哦。这我知道很多的朋友都会做，因为现场我们刚才啦，卢燕啦、阿贵啦，哈、哦，还有玉锦啦、丫丫啦、亚龙这些，大家都是高手。我知道大家都是高手哈。张、哦、敏问说、啊：“老师需不需要拌出黏性？”哦，可以不用，因为我这不是要做馅料。我如果说做馅料说啊。就是做牛肉馅饼的话，要拌至有粘性、有胶质出来，需要这样拌到这样子，这不需要，只要拌匀就好了。只要拌匀就好了。好，我这就两个拌干净哈。我你可能也用那个帮我准备一壶的水，哦、那个大壶的对，大壶的水那个好没关系。好，那现在有那个牛角肉，我已经是腌上了，就是。打了酒跟水，还有一点太白粉而已，不要太多，不要太黏哈。好，那这里头有个豆腐用盒装豆腐，一盒就行了，盒装豆腐。然后我还放上了香菇，看个人啊，最基本，我的香菇呢切成细末，切成，因为我们的那个牛肉是细的，对，就是配料跟个主料走，跟着主料走啊、哦。对，我记得吧，没有说过。如果牛肉是片。我们这加切片哈、嗯，就是配料跟着主料走。它、嗯、细的，我就是切成细丁哈。香菇泡软。我们炒菜是不是也是，反正也是那个主菜是什么，大概是什么样的？对对对。就配菜你就切什么样的。它如果说肉丝，你切丝，切丝你的配菜要跟着丝、嗯。那如果说片，你的配菜要切片。切片。因为考试的时候呢，嗯、这就是不合题意。Oh, 就不跟那个题目相反、嗯、那你就会不及格了、oh, 啊、就检定考试的时候啊、嗯、他说、哦、炒牛肉丝、嗯、结果你牛肉切成片状或者是块状就不合格但是 不及格的、嗯、他就没有合题意的哈、欸、这个很多有些不会做饭的人我觉得这个就知道就是不知道这个对有知道这个他会比较好处理材料一点对呀、啊、不然他会觉得不知道就是对是不会做饭的人就会觉得说我怎么下手看到一堆材料对它其实都要有个概念啦、嗯、好这香菇我已经泡软哈然后水分尽量挤干、嗯、因为我要扁它哈今天因为东西都有所有都是细丝、嗯、所以呢我现在呢将这些也都切成细丝好顺便跟老师报告美霞、明章姐还有资历姐都上线了好朋友们大家都上线 了,、哦、了张敏是不是、哦、陈张敏哈是的好陈昭敏好像是在台南了、哦、哈，好，明章在屏东，智利在台中哈、哦，是，卢燕在台北吧，卢燕在台北吧，阿贵也在台中哈、哦，阿贵下礼拜要来，那我们朋友如果有兴趣的话呢，要来玩的话呢，就一起约个时间吧，一起来到动物园的捷运站，老师去接你们。组团来玩、哦，对对对，要到动物园的捷运站，那老师在二号出口接你们一起进来，这样子哈、哦。好，你们自己私下商量哈、哦，或者是跟我传私信都 OK， 欢迎朋友来哈、哦。因为我这边有点在山边，有点在山边哈、哦，然后就文湖线最后一站是动物园站，动物园站，那我都会约人家在第二个出口那边等哈、哦。好。欢迎各位来玩哈！这个把它煸香，对不对？香菇要先对，任何材料里头有香菇呢，嗯、一定要先煸香菇，先煸香、哦，它的香味煸出来，对不对？才会出来，你直接丢在汤里头煮，哦、味道出不来的哈、嗯。好，记得了。来，现在呢，我香菇丁也切好了，哇、哦，先做起来好大一锅了哈。好，至于葱末、姜末，我等一下再切、嗯，因为我们在煮的时间。那我最后是最后撒的，最后再切。好、嗯啊，我们时间这样就通常不会浪费了。来，我们还有一个豆腐，中华豆腐。对，有个豆腐哈，我这样汤把它拿出来，来，这盒装的豆腐。嗯，
我觉得台湾的这个中华豆腐很方便的，就是，对，它就一盒一盒装好，然后量也不会太多，你就可以买，而且比较好放。对，那个传统豆腐容易超生，哎，对，一两天就是臭酸的，臭生了。老师，我记得你有教过那个豆腐很容易拔出来的方法，那个是芙蓉豆腐后面有一个地层按开。把它空空气这收的，但这个没有这个设备，哦，这个没有这个设备，所以呢，这设计还没有那么好，嗯，所以呢必须要从那划一刀之后拿出来。那上次我们介绍是芙蓉豆腐，哎，嗯，很多朋友都不知道，对不对？嗯，你看我这个地方就有卡刀，但这个卡刀不拿掉的话，会从那边破掉。嗯，我必须要拿干净，这个帮我倒掉好了哈，我来水分倒掉。好，我扣出来，我来切豆腐喽。老师，其实我都捏，就是稍微左边右边捏一下，捏一下就下来的。让它下来。你看，有没有？嗯，左右捏一下，捏它一下就下来了。对，好，那现在呢，我豆腐要切成小丁哈，来。感觉这个豆腐这么嫩，切小丁要技术很好。没有，我开始那个老师，那个我们常看那个中国的大厨们，他在切那个。切得很细很细豆腐。文丝豆腐。文丝豆腐。对对 对, 對。我前几天有看到那个。网络上在卖文石豆腐容器，一个方形盖进去，然后再一个放进去，它就切切好，然后拿出来就一朵文石豆腐一个花，对，然后就把它放在水里，很想买耶，那个，很想，我有那个欲望买耶，我真想买，按购买，马上立刻到购物车，我算算，哎，刚刚一个好像一这么小小一个模型好像1000多哎，真假的，1000多，真的，然后呢，它好像等一下找一下，在特价两个是多少？哎，我还买不下去，我还没买，因为它是切文式豆腐的哈，这样人很聪明。那我这是切成小丁了哈，切成小丁，来。好，老师现在眼力已经比较好了，可以看得见，恢复的比较多了。刀起刀落，间距都一样。我们来看那个老师，等一下哦，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来，我镜头尊敬一下。好，太稳就硬了。那个大盘子拿过来。好，等一下。好，来间距。来间距了哈。好，抓间距。好，好，这切好之后，不是啦，那个盘子，来，我现在换切这边。哦，它连上来哦。不要上。刀要沾水，刀要不要沾水，还是不用沾水？要上。哦，还倒嘞，还在倒嘞，很好笑。哦，慢慢的。现在很近，细细的，感觉切这个要屏住呼吸了。好，盘子给我。好，来，现在看老师片豆腐。哦，打完就来喽。啊，我应该应该这样子，应该这样我才能够接它。好，来，第一层。哦，小心哦。对。哦。第一层。哇，这刀子要利。对啊。哇哦，好小的丁哦！品席哈。哦，这个就是要那个。对，那么这边水开了吗？我今天的豆腐呢，要灰水一下，就是穿烫一下。为什么要穿烫呢？就是要去它豆腥味。有没有看到？这样子有没有？一块一块豆腐丁这样子哈。好，再来，我出来一点我才比较好。哇，好厉害哦！你看大小都很蛮一致的，是，而且再来，我觉得如果是我切，肯定是粗细不一。有，大家都已经在掌声了。哦，天哪，我都不敢呼吸，我看到我都知道。好了，完全细，完全大小一致的小丁的豆腐了哈。对 ，Hello， 有没有拍拍手？有，拍拍手，对不对？好棒，好厉害。好，这样豆腐我们切好了，来。嗯，这边我们要擦一下好了。来，我这边呢，豆腐切好之后呢，我要过水一下，因为豆腐会有个豆腥味，尤其板豆腐豆腥味更重。哦，啊，所以呢，现在我是水是开的，水是开的哈。好，我是把它放进来了。这个等一下是直接要滤吗？要过滤。哦，哎，等一下，拿到水槽过滤好了。好，好，感觉我这个勺超级大。
都一定要大哈、啊哦。好，这样子。哦，这个转不转？看真的。OK， 来可以看一下，好来，近距离看见，近距离，我要大一点，对不对？对，等一下，不用太大，你看来看一下，有没有？嗯，大小一致的方块，对，豆腐丁，好，豆腐丁，大小一致。哇，这学到方法了。是，其实它并不难哈、嗯，刀子要利，刀子要利。刀切豆腐两面刃，好、哦。让我想到那个麻婆豆腐的豆腐的切法了。麻婆豆腐，麻婆豆腐就没那么小了，但也是要一个一个方块方块。对对对，好，那他们煮豆腐之后呢，水刚好滚冷滚冷的哈，好，还有呢，我们在煮豆腐的时候，煮导火线千万不要盖锅盖，盖锅盖会一个洞一个洞会起风眼，哦，它会起风眼，哎，会老老的会起风眼哈。煮豆腐啦哈，就哎，是不是卤豆腐也一样，对不对？一样啊，一样会起洞，卤的豆腐都不能盖锅盖。好，那这边在煮豆腐，我跟同事来操作了，好，都来操作，大家都有认真看，对不对？你再注意看哈，其实很简单。明天呢，你们的餐桌上呢，就多一道菜色了哈。西牛肉羹。对，哎，那我的油呢？油我来拿。我的油。啊，雅蓉姐问说，她那个豆腐的放到水里面，要不要加一点盐巴？嗯。要不要抓一点盐巴？啊，豆腐里头要，可以不加没关系，可以不加没关系。加盐巴用意是什么，雅蓉？加盐巴用意是什么？去豆腥味吗？来，我加的是橄榄油哈。就最后。嗯，好。不知道大陆炒菜现在都是用橄榄油，还是一样用猪油？你是大陆吗？还是用地沟油？其实大部分我们那边用的是菜籽油，啊、油菜花、油菜花、菜籽油。菜籽油，嗯，对，来。我刚讲过了哈，我先炒香菇丁哈，好油放进来哈，嗯，好香菇丁先炒香，然后再炒肉末。就是这个时候，料理的材料里面有香菇，都要先炒香菇。对，这个应该可以了，可以了哈，滚两滚就好了。滚好，先你肉勺准备。好，我准备好了。嗯，阿贵说加盐巴是让豆腐不易崩坏，不易崩坏是不是？比较快凝固是不是？就这样吗？哦。不容易散。哎呀，我没跟我们做打。阿伟。阿伟哈，我是觉得可以不用了。哦，是哎，大家都说这加盐是为了定型用。凝固了，凝固。定型用的。对，因为像你的豆腐，把豆腐买回来之后呢，要放个两三天，我会泡在水里头，那水里头加盐，好，加了盐之后呢，它会更坚硬，然后比较不会坏掉。那是板豆腐，我会放在水要淹过它哦。那水里头加盐哈，好，闻到香味没？沈亮亮，有闻到香菇的香味，对不对？对。好，那我接着呢，我这牛肉算蛮多的，我牛肉放进来了。好，陈思丽姐真的问了一个问题，是就问我们刚刚在直播前讨论的问题，如果牛肉羹不放牛肉，可以放什么？明章姐分享说可以放鱼肉丁或鸡丁呢、啊。明章是不是？啊，鱼肉丁或鸡丁。对，刚刚我们也在讨论这个问题，因为呢，闪亮亮本身不吃牛，我说赵花不吃牛，那西湖牛肉羹当然就是牛肉了哈。那不吃牛的话呢，其实呢，你可以改成猪肉也 OK 啦。啊，但是呢，就是做的那个梅花肉或者是里脊肉叫小里脊。好，是瘦肉，然后呢，但是你要忠于它的菜名的话，你就是用牛肉。那没有的话，其实也 OK 的。那您刚讲的加鸡肉丁啊，鱼肉也 OK， 可以加以变化哈。鸡肉羹或鱼肉羹。哎，对。那鸡肉羹，你看它主要是因为它比较嫩，对不对？比较细滑，它比较。然后，如果你是鸡肉的话，如果要让它细滑，我觉得那就一定要抓蛋白。打水，打水跟它，打水跟它，然后对对对，好，你要慢慢呢，香菇的香味出来了，现在呢将这个牛肉也炒到熟，就还没熟对不对？对，就还红红的对不对？又变成对，那你放个水也准备，好，这个时候你可以加高汤或者是清水，哈，我有熬高汤，可是忘了拿出来解冻，啊，来不及解冻，所以呢我就用清水了哈，好。好，你看那牛肉都变色了，没有红红的了。好，倒进来。好，我会叫你甜，没关系。好，因为今天料很多。
这个可以多煮一点。明天早上可以泡饭。好 ，OK，OK，、okay, okay, 好，好。来，现在是汤就放进来了，我火开就开，可以开大一点哈，好让它烧开。嗯。好，让它烧开的同时呢，我们豆腐也可以放哦。豆腐也对，不用等它滚了再放，就是。对，它很快，因为豆腐我怕它包在这包很久。我那天就是让它过滤很久，就你看包在这铲子上面包太久了。就不太好拿下来，因为豆我现在也不怕了。我那我们只要是吃豆鲜味，好，让它我只要放开，不然会粘在那个粘在上面那个豆勺上面。老师大家都好创意哦，姚蓉姐说用素肉皮丝。那个哦，一种素肉，然后皮酥切丁，对，然后或者是海鲜丁，海参也不错。哦，大家都真的很有，我觉得海参，那个海鲜就是那个。小虾那个虾子，然后切丁，啊，颜色也很漂亮。虾仁切丁，对，又是那种，那就变芙蓉根的啦。哎，对，就是像，那就有点芙蓉根的感觉。海参也切丁呐，哦，哇，那很滑，那你咕噜不下去。大家都很有创意哦，而且大家都很有创意，很澎湃的感觉，有没有？对对对，虾仁又有粉红的颜色，然后呢，然后又有那个什么东西，海鲜的鲜味哈，比较鲜，好。那我现在在等它煮哈，火先稍微小一点点没关系，因为它都熟得很快了哈。因为我们今天用的是和装豆腐，不能也用生吃的，然后更何况我们穿烫过了哈，所以我们煮一下就好了。现在呢，我们葱花哈把它剁碎，然后还有香菜，这是最后要加进去的。然后呢，昨天没有我在对，昨天前天我先做了一盘，然后泼上去，因为要拍照泼上去嘛。然后呢，觉得它白白的，只有蛋白白白的，为什么不蛋黄一起放呢？就是让它有增加颜色，啊，为什么不蛋黄一起放呢？外面的牛肉羹就是没有加蛋黄，就白白的。对，我想本来想只要加蛋黄，又想让它忠于原味，想让它忠于原味，想说啊，那就不叫西卤牛肉羹啊。其实现在做菜已经不按牌理出牌了。很多的就另类的做法，就是说你觉得怎么好吃，你其实可以自己来加，再加一点点，都无所谓的哈。所以呢，我结果我在提这个问题的时候呢，那个我们媳妇呢贝如就说，哎，妈咪，那里头呢，如果是加了，我说加蛋黄，我真想今天把它加点蛋黄，让我们的朋友看一看哈。然后呢，因为充分利用啊，不然你留两个蛋黄干什么？好，可以他说，哎，如果加那个。咸蛋黄是不是会更好？我说哦，是哦，可以有这个错，有，因为就像刚才朋友讲的，加鸡肉、虾仁、海参、鱼肉，哎，都 OK 呀，哈，好。这时候就已经改名了，就不叫做西湖牛肉羹，对，你要去西湖，那叫做自家味儿，就自家味芙蓉羹，创意。创意西湖牛肉，对，这个要放两种的调味料，香菜，对，有那个香菜跟那个，好，然后呢，帮我准备太白粉水来，就倒在这里，好，全部哦，太白粉全部哈，水不用太多，然后我要加调味料哈，当然了，少不了就是胡椒粉了哈，胡椒粉要重重的。盐胡椒，然后最后起锅前再滴点香油，再高，水再多一点点。好，我那锅里头那煮的这样也差不多了，然后这是我的香菜跟那个葱末，对，葱末跟香菜。其实牛角肉还蛮容易熟的。啊，牛角肉蛮容易熟，很容易熟，但很快熟，而且豆腐丁也是，这些都很快熟，会生吃的，所以我准备来调味了，马上就可以用了哈，马上就可以，所以这道很简单。哦，那这样，说不定明天所有朋友的餐桌上都已经有了。对，那我要先调味哦，我要先调味哈，来，胡椒粉你帮我打开好了，好胡椒粉哈，打开来，来这里一点盐哈，胡椒现在撒，可以这样撒。那个盐哈，我这边有钻石盐，它甘冰哈，但是呢，我这样撒，我就不知道我撒掉多少，所以会太咸还太正，所以呢，我必须用汤匙来搅拌它的时候呢，
我猜有个谱哈，有个谱。好，闻到香味了。我们这样是算很浓的嘞。亚龙姐说，讲到西湖就想吃西湖醋鱼。啊，西湖醋鱼哦，要教吗？我还蛮想的。真的、哦？我还蛮想的。哦，这我反而我自己想学。真的吗？酱汁菜。酱汁菜，不够咸。来，今天这个汤你可以用高汤哈、哦，你可以用高汤。用高汤。胡椒也不够。高汤是比较浓郁，如果清水就会比较清爽。那当然了。所以西湖牛肉羹有胡椒。有胡椒，有胡椒。哦。胡椒达人。有胡椒。我想再拿个汤匙来试试看，味道。我说先勾完薄芡之后再来。哎，刚刚亚龙说什么？你说亚龙说什么？就是想到西湖醋鱼。阿贵说老师下周一起教。西湖醋鱼一起教是不是？教两道是不是？教两道是不是？哦，真的假的？一百胡椒呢？对呀、啊，一点味道都没有啊，一点味道都没有啊，没错啊，对呀、啊。请问西湖人有没有这边有没有祖籍在西湖的？西湖人，杭州啊？还是哦，杭州人。好，我先勾点毛线。对不起哦，杭州，西湖边的人。西湖边的人，杭州人。有没有放那么多胡椒？对呀、啊，我们。我也是，他拿点香油。哦，雅龙姐说以前在救国团上你的课的时候就有教过这道菜了。哦，那是多久以前啊？救国团应该有二十年了。他还没结婚的时候，结婚前呢，有做个西湖醋鱼，而且我是用整条鱼。哦。到现在要买小一点的草鱼很难买。哦。但是我现在到江浙馆，它是一人一份的，用一段一段西湖醋鱼。哦。哎，这样也是可以。用草鱼把它切断。那草鱼它是很大条，整个下去是很好吃的，很做。哇、哦，雅龙还记得，是好学生。哇塞，还记得是舅，哇塞！他的祖母现在上来，是哈，不止了，亚龙不止了，他小孩都二十几岁了，哇、wow ！好嘞，来啊，我现在勾芡，现在说在我小时候是不是？小时候，好，我勾芡来。来，蛋白是要芡汁勾完之后再放哦， oh. 这样才会细，哦、oh. ，才不会开花。Oh, 那个下去就会开花。对，你没有勾芡汁勾完之后再放的话，哎呦，这个有点不够啊。就放你这边一点。嗯，芡粉有点不够啊。芡粉可以再浓一点点，这样不够哈。那你看这样不够哈。因为它没有狗狗的。对。可能不是会越煮越浓稠吗？但是它的量不够的话，你煮也是稠不了，因为你看我火还这么大，火可以不用这么大。哇塞，雅龙姐说没错，当时老师用的是草鱼。对，西湖醋一定要草鱼，好，对，要草鱼。那如果有青鱼的话会最好。青鱼？青鱼有点类似草鱼，但是青鱼又更好吃。哦，雅龙有上过西湖醋鱼，他还记得，好厉害哦。对呀、啊。所以他难怪他做菜那么厉害，他很认真。好，像什么？怎么没有火了？自动关火功能。没有，我关的比较小。哦，你关比较小，还准备。好，现在这芡汁这样是差不多了哈。香油什么时候放？最后，我现在准备放入蛋白了哈。蛋白。这里有两颗，来火小一点，好，来，这个落点呢，落在这筷子的地方。啊！立刻就散开，你看落点在这筷子的旁边，嗯，立刻就散开，它是很细很细的细花，对，很细的细花，没有像蛋，像我们煮那蛋花有没有？嗯，很厚的，很对，好，你看它就会这么细，就是因为在落点的地方，赶快立刻搅拌，立刻搅拌，好，就白白的这样子，它花就很细了。嗯，所以在落点的地，就是靠近筷子的地方，一下去就赶快搅拌，就拌在那个地方，那个落点的地方，嗯、对、嗯。好，这就道地的西湖牛肉羹，然后呢，嗯、撒上葱花跟那个什么东西，香菜。香菜，这个一定要两种，对不对？对，撒上葱花跟香菜，
然后呢滴点香油，等一下起锅去。好，你滴先要香油好了。我怎么滴就这样？滴滴滴滴滴滴。好 ，OK， 我熄火。好，香油这样够吗？可以，葱花跟香菜，我是想说在上面这，哎，对，再留一点，留在这上面，对，来，这样就是一个道地的，就是西湖牛肉羹。我先把它装一盘起来哈，来，哇，好香哎，哇，这拌饭很好吃。这一道我吃到自动飞到。知道，因为不吃牛，所以今天完全挑不掉，你知道吗？对啊，对对。我想说我还可以喝点羹汤，但这完全是挑也挑不掉，挑不掉，没办法挑，真的。对，今天阿贵没有人，没有人来帮我吃，对对对，跟沈安娜一起来抢的，来这擦一下来，旁边，能不拍一下？好。然后呢，我想哈。这就是道地的西湖牛肉羹嘛，现在大家看清楚了吧哈，好，这有香菜，有那个很，这很臭。他刚好啊，因为很多朋友讲说，哎，现在很多有创意菜啊，很多创意菜，那我来，你再拿一个，拿个碗来，拿个小碗来，我来再加一个看看它味道是怎么样。这个是我们小媳妇佩如呢想到说，哎，因为你说加蛋黄，那如果加，哇，爱素颜了，爱素颜。你也是要摆盘啦，你也是做坏的，没有小碗，我去拿那个我们请客的小碗，不然用绿色碗就好了，好，用绿色碗就好了，我弄一碗就好了，来，这个，我们家里普通的碗，普通的碗都这么大，我们家里碗就是用这样子碗，我们家吃饭碗是这样，台语怎么说，就是很会吃碗也很大，安怎，就是金鳌夹，金鳌夹金鳌架，金鳌架，就鳌架，买它，金鳌架，就鳌架，就鳌架，就鳌架。然后呢，我再放点这个香菜，然后葱花，然后现在呢，那小汤匙给我来，来这边，来你看，我在玩东西耶，在玩东西。你看我们今天呢，这个黄黄的是什么？黄黄是什么？是咸蛋黄，咸蛋黄，咸蛋黄，我把它磨过咸蛋黄。然后呢，我想呢，放在这边来，我们来看看。这样子的创意是不是好吃？佩如，你准备汤个时，你试试看，因为这是你的提议，我觉得应该是 OK 的，啊，但只是粉金牛肉羹，黄金牛肉羹哈，来，你看看，这样朋友们，你们觉得呢？这应该好吃吧？来，我先来试试看。好，先拍一下，有吗？有。沈亮，你拍到了，拍到了，对不对？好，来，我们请小媳妇试试看看，看站起来吧。老师，我顺便讲一下，阿贵说啊，那下礼拜的那个咖喱饺要不要内馅改成用牛肉？不要。然后因为这样闪亮亮不能吃。哎，然后雅蓉姐就说这样她会被 K， 会被我 K。果然的，果然。对呀，闪亮亮就想吃咖喱饺，那你这咖喱饺改成牛肉，闪亮亮就不能吃了。其实味道不错哎。啊，我来试看看。嗯，是不错还是很好吃？我觉得它就是多了一个咸香味，然后比较有层次。了解。对不对？哎，赞哎。嗯，好吃。为什么一个说不错，一个说赞，到底是怎样？真的好吃，真的好吃。嗯，因为它多了一个咸香味。哎，朋友们呢？这个小媳妇的建议，上面撒上那个这咸蛋黄，咸蛋黄、然后呢，那个这西湖牛肉羹又变成一个。更有层次的味道，哎，姜汤姜汤，哎，真的很好吃哦。比较不会那么单一，就是牛肉。除了是啊，雅蓉建议的啊，明章建议加点鸡肉丁啦，或者是那个鱼肉啦，哈，或是呢加点海参呐，海参呐，虾仁呐，都可以。蟹肉啊，对，蟹肉，对呀，对，三鲜羹的啦，啊，这就三鲜羹的，三鲜羹。对呀，其实可以变化很多菜色，因为大家都很聪明，大家都很厉害，太棒了。哎，这样好吃，真好吃哈，也好吃。以勋说，嗯，他很爱老师，然后也很爱你的根。啊，欢迎你来，欢迎你来。我们下礼拜有一些粉丝朋友来到老师家，赶快，赶快私信，赶快私信，我会告诉你们地址、电话地址。所以下礼拜是要做，然后统一在那个。
动物园，动物园站集合，集合二号出口集合。老师，如果人太多的话，你要分两趟载，我跟你讲。啊，真的，有可能，有可能，就两部车啊，没关系，哎，然后是载你们哈，好，你们自己也好，欢迎你们来。啊，你心里想来吃羹 ，OK？、嗯、老师当天不只做羹了，咖喱饺啊，会做啊，咖喱饺是主要啦，那再考虑看看是不是还要再做。阿贵很贪心说，说再做一道。没有，刚刚是就因为刚刚雅蓉姐说很怀念西湖醋鱼嘛，西湖醋鱼对、嗯、对，江浙菜西湖醋鱼好。我以勋是在屏东的。啊，其实在屏东哦。对，是哦，哇，哦，有郑果子说我的意思是要来的意思吗？郑果子，郑果子是不是？对对对对。哎，好像我们新朋友哦。对，郑果子好像是我们新朋友哦。对对对对，都欢迎，都欢迎。那应该不能说新朋友，就是可能潜水，然后突然间知道说，哎，有好吃的，然后就突然想要来上来。本来是潜水，OK， 好，那现在是不是已经都已经了解了哈？可以自己的变化，变化像我们小西突然想到说，哎，啊、你给蛋黄吃掉了，就会讲，他说蛋黄那整个都吃掉，今天我们要一直在瞎扯，人家因为他不能吃牛肉，那是干瞪眼而已的哈，他今天不能吃牛肉哈，今天就不用喂肥他了，哎，对，就不用喂了哈，他应该在心里在窃喜。是，好 ，OK 好。我们跟那个果子说，我默默爱老师很久了。真的啊，郑果子哈、啊，谢谢你哦。下次记得要扶起来，好吗？记得，要记得上来跟我们留言，打招呼，我们才知道有哪些的朋友上线，而且也记得按赞、按分享，让更多人看，这样呢，就是大家可以把它传播出去哈，可以学更多的料理。对，就是想让他讲的，传播温暖，传播爱，让呢你的家里呢。每天的晚上呢，菜就飘香在你们家的餐桌上。好，好，那今天是很简单的料理，希望你们会喜欢啊、哦。而且呢，目前外面下着雨，台北算是很冷的天气了啊、哦。喝这牛肉羹汤正好又有点补血补寒，补钙，不是啦，就是补暖，温暖，温暖，温暖对，暖在心里头哈、嗯哦。好。那老师爱你们啊！谢谢。瑞华也跟上线跟老师打招呼。瑞华是不是 ？Hello， 瑞华好，瑞华好，大家好，大家好。等一下都会再重新看一下哪些朋友上线哈、记得在最后再我们按赞、按分享。好，他这种乍暖还寒的时候呢，天气要你穿衣服要小心哈，不要容易是很容易感冒，非常容易感冒哈，身体大家要保重哦。对，好。谢谢你们的收看、我们下礼拜同一时间再见啦，拜拜，拜拜。